家好，我是雪飞，我现在是在美丽的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天狮集团成立于1995年，97年进军海外市场，业务范围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超过4000万个家庭。25年来，天狮以博大精深的东方养生文化为基石，以尖端生物技术为依托，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绿色环保、安全优质的营养健康食品、健康用品、日化用品、家居用品等，深受全球消费者的认同和喜爱。这里是天狮国际健康产业园的中国总部生产基地，这里采用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引进全自动生产装备，在厂房设计、工艺技术、环保和节能等方面达到了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认证标准。现在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车间，亲眼看一看疫情期间这里的生产过程和环境。经过检测呢，我的体温是正常的。比如说感冒、发烧，像身体有伤口是不允许进入车间的。在进入车间之前，像手表、还有首饰、手机一类的物品呢，都需要锁到我们的保险柜里面。好，在锁上保险柜之后，拿好我们的钥匙，就可以进入到生产车间了。现在呢，进入更衣室。在进入更衣室之前要穿上鞋套。好，这个环节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两只脚穿上鞋套之后，脚就不要再放到地面上了，然后呢身体平移转过来，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更衣室了。接下来清洗双手，洗手液。洗手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洗手七步法，首先是掌心、手背、手指以及指尖，包括大拇指，还有我们的手腕。清洗干净之后冲洗，再进行烘干。然后这里面是口罩和发网。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蓝色的是朝外面的，然后摁扣这个地方是向上，把它摁严，上下拉扯一下，然后戴严就可以了。戴发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我们的头发全部都要放到里面。进入下一个房间，现在换上洁净服。好，现在穿戴整齐，再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做最后的这个杀菌，完成。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刚才这些所有的环节一定要严格遵守，一个都不能少哦。好，你好，这位呢是生产负责人。大家好，我是这里的生产负责人李兴之。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边请。好，您请。这台设备是德国的博士胶囊填充机，它填充量稳定，装量差异小，可靠性高，每小时可填充18万粒胶囊。现在正在生产的是天狮牌虫草菌丝体胶囊，这是一款调节免疫力的绝佳产品之一。这台设备是德国的菲特压片机，它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设备产能每小时可达到32万片。现在正在生产的是天狮牌膳食纤维咀嚼片。这条是儿童型营养高钙冲剂灌装生产线，是从德国 GEA 公司引进的高科技自动灌装线。它的优点是自动称量、自动压盖、
最大限度地避免外界对产品的污染，生产产能每小时可达1500罐。25年来，天师牌儿童型营养高钙冲剂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聪明智慧的天师宝贝，天师钙系列产品也成为天师人最喜爱的产品之一。天师集团全球供应链布局，以这里的中国生产基地为核心，以越南、埃塞俄比亚等海外生产基地为支点，以遍布在美国、日本、秘鲁、西班牙、挪威、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 OEM、ODM 工厂为辅助，通过全球供应链管理系统，将全球的生产资源统一调配，实现了订单分配、物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全过程的供应链有效运作，快速满足全球市场需求。天师集团秉承欲共存、共担、共赢之意，走科技创新之路，取持续改进之法，赢顾客满意之心的质量方针，采用国际标准的管理体系，综合各国的法律法规，全力打造出天师集团全球质量管理和食品安全防护体系，产品安全管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于2005年通过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天师集团还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 17025国际实验室管理体系认证，同时符合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要求，产品满足欧盟产品标准、日本厚生省标准，并达到绿色环保要求，获得了全球100个国家市场准入资格。天师产品实现了从供应链源头采购到最终顾客使用各个环节全方位系统化的网状管理体系，做到了源头有保障、过程可控制、产品可追溯，并打入当地主流市场，满足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各国消费者的需求，为其提供高品质、可信赖的健康产品。